然是一样，为什么我要卖两款？因为它有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你看啊，远远看啊，啊，我做一个示范给你看。如果今天我是那个工人，我每天要包的时候，我每天要这样咯。我今天做八个小时工，哎，老板，很累啊，老板。OK， 来这一架我做八个小时啊，啊，啊，做八个小时啊，你看跑下 stop 下，啊，你看做八个小时啊，继续做，你看一下这两个有什么差别？哎，不用弯腰，什么这样重要在 production 里面来讲，这么弯腰都很像都不好咩？好吗？我们要弯一点，直一点，弯一点，直一点，有运动一下才不会老嘛，那个骨头对不对？这样弯腰有什么问题 ？OK， 它的弯腰的问题在于它会累，做久了你的工人会累，这样累对你的 production 来讲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慢哦，是吗？美诺的机器啊，如果你的工人做到不爽的话，他累的话，他就跟你慢慢来了。哎呀 ，boss， 杀鸡啦，杀鸡啦 ，boss， 杀鸡啦，东姑的呀，东姑南地，东姑 tomorrow 的话，是不是你的产量就下了 ？That's why 啊，这一架的话，是不是他没有这样累？这一个的话，它的效率会高一点的，是会有影响的。OK。